快累死了，杀青吗？全剧杀青当天碰巧遇上台风，部分演员们即使已经提前杀青，还是无畏风雨前来现场，一路陪伴到深夜，跟着大家一起完成这个高光时刻。话说清楚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资料全交，给我一弄啊！卡在里面，卡里面找不出来。好好，因为头一直卡在里面了、啊，然后你跟柳林讲话就一直在，就一直那样讲，讲两三场。刚刚打太假，你刚打在这里，伸出去一点就是像了。没事啦，特写特写 OK 了，要不然打真的嘛。干嘛这样？特写特写在特写在打真的，打真的。等一下，大没有大大特打真的，我觉得大特打真的。而且吧，下去的时候看上来，你这个不孝子，我要打死你！请你不要动手动脚。总之，挡在他前面就对了。哦，还是踩着他的脚踝。踩着脚踝，踩着你的脚，你看他已经叫那么惨了，脚受伤。应该是那个眼神那种感觉。啊，你还犹豫是不是？好。好啊。走不走？你又走不走？好。应该是这个概念吧。好的，来，漂亮点。对，这个妈妈本来是生气，就看相机就好。行。耶！救命！我关机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不行，不能上前面那个，前面那个，前面的。啊，要再补镜头，要回来补镜头。骗人！骗人！真的骗人！走路的，走路的而已啊，没有在打人啊，也没在骂人啊。我会打人，我会骂。昨天双法，然后我昨天书画，今天拍。我昨天书画拍到今天。现在时间不是下午哦，我还在这干嘛？我不是来抓奸的吗？哎，我不是来抓奸的吗？你们刚不是舌吻吗？又看到了。然后我们呢？我还刚回家、啊。又看到是？对，不愧是我老婆。对呀、啊，会玩啊。我在学。我跟你讲，女人不坏，男人。我给他很多自由，没错，有时候就要睁一眼闭一眼，那个夫妻关系。我们男人还是要懂得变通，知道吗？对啊，只要全世界都来，女生要站起来，怎么说？全世界，我看听到洛西有来的，全世界都来了。真的？我看我看。在里面。真的？我感觉大家都来杀青啊。不是来找你的，是杀青。大家是来找我的。不是。态度你知道吗？可以。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我从5月31号等到6月1号，我终于拍到了。谢谢欣恩姐，谢谢谢谢，陈宁照顾啊，陈宁拍摄的速度啊。不是，你要去报警，去去去去去去。我们放假了，放假了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先走。好看看掉了，来来来来来。两个换场，这是杀青啊！啊，杀青，杀青，好。OS， 啊，先杀青，假装杀青啊，拍一下，杀青，好好好。杀青耶！伪杀青。你结束了？哎，你好久，你好久。那你干嘛进来？就路边尿尿就好了。可以吧，这可以用吗？要教导小朋友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教孩子。今天杀青日，一整天的心情下来怎么样？而且听说今天又是台风天。我早上10点化完妆，我3点半才开始拍。没事吧？没事了。不要哭。你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，读本的时候，觉得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剧组？很疯的剧组，就大家很吵。我喜欢这种氛围，就是大家就真的很像同学会那种吵的。发自内心感谢你，让我很放松去演。其实过来就是算是有点像转学生那种，对对对对。但是大家都给我那种很热情的，对啊，回应回馈。那你会惜善人善吗？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会联络谁？看你们会不会联络我，因为我会一直联络大家。哦，真的吗？是吧？那我们看下去喽。我们就一个月后看。我们有没有在 IG 互相追踪，还是退追这样？没有开玩笑，甚至等一下3点就退追。我等一下，就是一收工，我一收工全部这样，叭叭叭叭叭叭叭。
没有啊，开玩笑。就是非常开心，硕汉可以加入我们机智家庭，我们蛮期待我们未来还可以再继续合作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没有，我要跟，我为什么我要跟你过？不是，我们我不要。准备杀青了吗？准备了。黄晨哥，不好意思，你觉得？